吃了。所以我就有感受，早上应该是。那现在是昏迷状态。有点，就是意识不是很清楚。他们现在都到中山，啊，说我们回去可能会吃个晚餐，也走不了晚餐，因为店长太多人了。那他有刚刚有醒过来吗？他也是，就是用品了，叫我让他走。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说不可以，他说不可以，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惨？谢谢，于大哥加油！才能体会到说，哦，我的妈妈以前生我们，然后养大我们是这么的辛苦，然后这么的伤脑筋啊。那在这里就是希望妈妈，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不要想太多，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妈妈你真的辛苦了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妈妈